哎，大哥，开始录影了。开始录影了。对啊。来录这一卡，就来介绍这一卡。这一卡赖瓦的 TD 九千，这卡是黑底红的配色。你看，赖瓦的，这是 Made in Japan。帅。有没有一个字？老板最喜欢的配色。来，我们来看它里面。它里面呢，就是有它的置物盒零件，然后它的内容物很大，空间大，你可以放传教便选啊，或者是铅啊、线组啊都可以。然后这个重点是分开式的，分开式的，方便，不管你在这一边还是在这一边都可以打开来。然后呢，重点是它可以承重，我这个重量它都不会。不会坏掉。你们背可以挑能呀，背可以挑呢，快快，看你胜利也哦。哦，可以可以，这耐冲击可以。耐冲击，不管他们嗨卡踩在上面啊都可以。哦。这个坚固，这个 TB 九千啊，老板，不要卖多少？哎呀，那个最近那个日本货到货这么多，大家都特价，我们私讯特价。好，有喜欢找到我们私讯报价，不要影响到同行，更不要影响到代理商。阿里嘎多。